1949年9月30日，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宣读碑文。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三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。34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。由此上溯到1840年，陈老师去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。